梦回场，欢迎来到擂台，我是蓝火，咱们继续来看比赛。灌篮方的话是一手八步天龙，是一个龙宫。对篮方的话是晃悠的一个力武装哈，这两个玩家的话，真的是碰到的一个频率是真的高啊。无论是在剑会还是在跨服啊，都可以干啊。灌篮方分光给到宝宝，力劈拍对篮方的一个后排。对篮方烟雨想清掉这只力劈，力劈的一个血量还是挺厚的啊。力劈再次出手，3800，宝宝跟一手，对篮方直接选择拉顺法想补掉这只力劈。但是这只力劈的话是直接绿了哈，这样的话观察方的一个节奏有点舒服，观察方给对面丢发文侠。其实我玩这种输出门派的话，我不太喜欢用这种辅助类型的一个法宝啊，除非是被封印住。但是观察方的话，我看他的一个比赛还是挺喜欢丢的啊。对篮方选择直接天命剑法点清观察方的一个宝宝，有点过分。灌篮方起因三点，没有选择去清对篮方这只虚迷，灌篮方哦宝宝去清，锥子打一手控制，灌篮方龙卷秒出去，对篮方的一个虚迷是一只高鬼魂的，这样的话对篮方两只宝宝全被清掉，只剩下一只后排的一个大龙龟。一手破血清掉这只力劈啊，双方场上的一个局势回到了一个1-1啊。可以，对篮方锥子控制一手，对篮方人物继续出，灌篮方龙卷秒出去，灌篮方分光给到宝宝，宝宝上去伤害非常高，去拍对篮方的一个人，对篮方继续出配速，双方打的也是有来有回啊，场上基本现在还处于一个五五开的一个状态。灌篮方拉一手瞬击，哎呦这手大接，好在触发了一手连击啊。灌篮方高鬼魂宝宝也是爬了起来，这只瞬击被对面打掉啊。对篮方的一个虚迷也是爬了起来，真阳令旗给到虚迷，这只虚迷的话秒出来，伤害清宝宝贼高。灌篮方的一个宝宝也是被对面的一个虚迷给冲掉，人物的话作为一个法器，哎呦一手双龙戏珠很漂亮啊。对篮方人物拉孩子，灌篮方也是拉孩子啊。对篮方疯狂补宝宝，灌篮方请解开自己，
掼战方这只后排宝宝伤害有点高，直接是派出掼战方的163。力劈，哦，这个力劈又跟过孩子来。关大方这只一听的话也是给对面，哎呦，虚弥两只都回打回高滚魂。掼战方在打到地厅啊，双方打了20回合啊，双方作为一个都比较猛的两个人，啊，打了20回合，我的天！掼战方再出，掼战方这也是最后一只宝宝，直接去点掼战方的一个人，打2000，孩子给自己补先力啊！掼战方起止人，掼战方一手龙头，腾1700。掼战方这只高攻的话也是一直在补伤害，掼战方继续出，掼战方出的这只宝宝是一只单法，掼战方虚弥秒过来，秒孩子好疼呀，是吧？掼战方人物龙卷秒出去，高滚魂再次被逼倒。现在掼战方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清掼战方的这只修罗隐身的一个孩子哈。掼战方你看又丢五龙丹，哎，可以，这只高攻的话是直接压实体，这样的话掼战方是吧？你能有几个九转？